主要是在帮他弄的。哎，给东西他吃，你看看。他就在就坐在那地方，他就说，嗯，他是跟他有感情的。我都觉得他要站起来了。哦，一个给他喂吃的，好像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你也不知道。这样边喂吃的边给他那个。哎呀，还回头看一下。喊他进来都晓得进来一下了。嗯，他那个小猫不听话。嗯。前面说吃完过来采药啊，吃过来采药。他吃红果。